我妈问我为什么两个小时后还在一样画面。Option New Game。干你老师！干！哎，这个怎么跳啊？干！你上面怎么有一个墙？新干值累积中。累积中。君だよ、君なんだよ、教えてくれた。啊！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大概了解了。这个游戏的重点就是要静下心，只是我静不下而已。啊！奇怪，我应该是往上爬才对啊，怎么感觉好像在玩小朋友下楼梯？靠背哦，靠背哦，靠背哦！哇，为什么我刚刚怎么下来的？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在那边啊，然后我自己下得来，可是刚刚为什么那边就突然下不来了？但这里真的很靠背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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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哦，哇、哦！好奇真的有这么难掌握吗？没有啦，你试试看嘛，你来玩玩看。你会好奇，那这就对了。试一次就知道，一试成主顾。你还好吗？还敢害怕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！没事。什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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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哎、欸！啊！中跳、大跳、小跳、大跳、中跳、中跳，干你妈！那叫大跳。有快一小时了吗？哪有，我四点多才开始玩，还没到一小时。快一小时是。操你妈！我怎么可以飞这么远？心如止水，风平浪静。哇，超载！玩不了东西，靠背哦，靠背哦！我这什么垃圾游戏，怎么可以绑同按键啦？不能动作了啦！重开一下，重开一下，焦兔把 DLC 全破。对啊，我记得焦兔一开始玩的时候也是心肝炸裂，好不好？谁他妈玩这个一开始没有心肝炸裂的？
于老没死。哦。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练的？在那边试这么久，这一首忘记是什么动漫，这首就废车的干。但这个滑得很靠北，我操你妈！好像，好像刚刚也看过这个景象。我操你妈！加油，不要心太炸裂。太慢说了，已经炸了。看，这首不是费特的，这首就费特的啊。这首他妈哪里不是费特的？干你老师嘞！哇！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继续玩这个游戏，要么改了这个游戏，不会改玩其他游戏。干！干！ Come o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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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专注一次，就专注一次就好了。怎么还在这？想知道为什么我还在这吗？你来玩玩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还在这咯。这游戏有所谓的幻影墙壁，你说我心里那道快崩掉的墙吗？有了，我感觉到我心被修复了，我的心被修复了，有一种心态好转的感觉。原来只要成功的往前，心就会好转。操你妈！有啦，真的有好转。我刚。在好转之，等我心态好转再告诉你们我刚刚想要讲什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我说我心态终于好转一点点，等我再好转一点，我再跟你们说。哎，干，哎，我。希望你的超能力能够让我心情好转一点。哦哦哦！哦哦哦！多少钱？多少钱不重要啊，因为心干的代价无价、啊。想买来送朋友当礼物，生日礼物，那你朋友值多少钱，你就把这款当多少钱就好了。因为就没朋友了。下个 BGM。那钢琴声，我操你妈！箱子人我超强。宁愿去玩箱子人。我跟你讲，我箱子人破关。假设现在有平行时空，箱子人跟我现在进度的话，箱子人破关了，我还会在这边。我最近都在玩这些新干值的游戏啊！啊，死吧！